近排好似咧，有個小出走喎，出咗個旅行。是啊，跟陳思欣一起去了個上海，是短短兩日的 trip 啦。但是自己都很掛住小朋友，不過都很輕鬆，即係好好，終於可以放鬆心情。但是中間就都成日有 FaceTime 女女嘅，因為佢都開始大個，佢會想找我。所以我話上網真的很重要，如果唔係咧，窒下窒下睇唔到佢又好唔開心。咁同佢都成日有間唔中一日傾幾次 FaceTime， 話俾佢聽我依家做緊咩啊，或者睇到啲咩得意嘅嘢，又會即刻 FaceTime 俾佢睇咯。但係點解你咁捨得要離開佢嘅可以？因為我覺得真的想俾自己放一個假，即很短兩日都好喎，等自己可以身心都再放鬆啲，跟住然後再翻嚟照顧佢。媽媽有時都要一個好 正能量噶嘛，你要充滿能量先可以照顧佢。係，你應該唔夠啦，夠啊，好夠噶啦，已經係啊，已經好掛住啦。已經很掛住啦，已經好掛住，同埋我成日都講笑，我話我能夠好好地食幾餐飯已經很開心啦，即平時喺香港咧，你食飯你都要照顧佢先噶嘛，即係佢食完先到你食，咁所以有好多人都話點解你瘦得咁快啊？或者你依家就嚟金像獎有冇話唔食嘢啊？我話冇啊，其實我真係都有食嘢噶，不過可能係冇一餐係食得好順暢咁樣咧，所以都唔係好吸收。結低咗女女有冇青春嘅感覺啊？絕對有啊！你睇下我社交平台 post 嗰啲片同相幾青春。係，我哋重拾翻青春嘅感覺。係，咁你呢兩日你做咗啲乜嘢咧？我想知。冇啊，都係食嘢啦，去打卡啦，同埋去做 SPA 等自己舒服啲輕鬆一下咁樣。有冇買嘢俾女女嗰啲啊？買媽俾侄仔啊？都是買啲嬰兒衫咯，即係行街嘅時候見到啲小朋友嘅衫啊，好得意啊！女女就買咗隻玩具手錶俾佢，開始教佢睇時間咯。同埋見你呢一輪除咗出 trip 之外，成日都冇乜出活動，係咪即係有？感恩的，很感恩，即係呢排都好多工作的機會嘅，咁係我會繼續努力啦，希望都可以多啲繼續多啲工作機會，可以等我可以儲備多啲，咁小朋友嘅成長就可以更加好啦。依家仲揀緊，咁上次試裙嘅時候，女女都喺公司，咁佢有幫眼嘅，我問佢你覺得邊條最靚啊？咁佢好有意見咁樣就揀咗一條，我覺得呢條最靚。然後全部同事都真的覺得那條最漂亮，所以她眼光都挺好。是不是藍色的？不是啊，不是藍色的。不會揀一些公主的 style？ 都不是啊，那個不是曬出來的，但是她眼光真的挺好，可能有機會真的穿那條，不過再繼續試啊。但是你現在身價有沒有飆升啊？幾何級上升？其實又不會的，即是都是開心地工作啦，開心地拍攝啦，係啊，最緊要係嗰件事好有意義，值得做咯，係啊。開心假啊嘛。係開心啊，係。同埋有冇留意到即係琴日即係有新聞啦，即係真正有個鏡片嗰個，即係佢報咗啦，咁啊張建華就賠錢啊，咁佢上邊有冇留意到個新聞啊？有留意啊，有好多朋友都有轉發個新聞俾我，係啊，咁亦都有見到啲留言下面都有寫啊《白日之下》個電影，即係可能會唔會等大家關注多啲呢啲社會事件咧？咁樣係啊，咁好尊重法庭嘅裁決啦，係啊，咁都係有自己有睇呢個新聞。有冇覺得即係影響力都好大，都好開心，即係因為呢個電影。其實做電影的都是很想可以提出到一些社會上的問題出來讓大家關注的，所以大家真的關注這些事件是覺得自己真的做了有意義的事。請訂閱我們的 YouTube 頻道，記得按鈴鐺啊。